广场，就是来支持修法动保法二十五条，支持我们。大家好，我从彰化上来的，今天来特别来支持这个活动。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些猫狗，能给他们应有该有的权利。好啊，来领养代替购买。严惩虐杀法，捍卫猫小孩。领养代替购买。猫小孩是家人不买，家人不买不买什么？我觉得支持领养武器啊。大家支持领养不弃养，希望政府可以修法一下，让虐待小狗的人要加重刑，就让大家不要再虐待动物。购买，希望呢大家能尊重生命，尊重动物。不要伤害狗狗。为毛孩联署点亮光明灯。